老赵，哎呀，嘿，哎呀，在这儿看上你了哈！咱俩多年没见了，可不有日子没见了。那家你小子可以啊，这家小跑车都开上了。丰田八六，这家伙全下来怎么也得32万。买这车的人基本上没有不改装的，30多万买车，60多万改装，家里不得趁个70-80万都不好意思拿出来霍霍。看来这小子真是混得不错。最近咋样啊？我还行，我现在改行了，我做演员啊，搞艺术。好艺术。大明星啊，现在什么大明星？哎，看不出来，之前你不是在4S店做销售吗？都是一样的活儿，你都得跟人沟通，是吧？你都得打动别人，一样一样。主要咱演啥戏路的戏啊？现在？嗨，现在事业属于起步阶段，这个戏路吧比较窄，主要是这个苦情戏，就是这个哭哭闹闹发泄身心。哎，这得老难演了吧？一般一般吧。我这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行，聊着回头聊啊。撤吧撤吧，先啊。咱慢点话吗？好嘞好嘞，行行啊，慢点，一定注意安全啊，哥们儿，开车一定慢啊，一定慢啊，知道吗？呀，哎呀，我的妈，撞上人了！哎呀，撞人了，压腿了！哎呀妈，来，开，快下车，快下车，快看看，不行了！哎呀，来人呢！撞人还不是哥们儿，咋回事？我车没动啊，撞人！我车没动，知道吗？得了，我他赔钱，赶紧没动车呀，没500拿1000块钱的。大龙，大龙，你咋的了？这是？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职业病犯了。刚才你知道吗？这个我讹谁也不能讹你，就是赶紧上车，开车。职业病，条件反射、咱演戏是演这戏是吧？兄弟，慢点啊！你实在不好，你慢点开车啊！注意身体了，我来活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！你先忙啊！慢点啊！哎呀，撞着我了！哎呀！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关注懂车帝 APP。